据台湾媒体报道，19岁竇靖童是天后王菲与邓为的女儿，她继承了父母的音乐基因，14岁开始就对音乐产生热情，陆续在音乐节登台演出，让大家看到她在音乐上的成就，近年更是积极进军日本乐坛。早前她在当地推出个人首张 EP My Days， 受到广大日本歌迷的喜爱。竇靖童近日将妈妈王菲的代表作《梦中人》改编成日语版，她的日语程度不错，因此这首歌由她自己以日文填词，希望能写出妈妈代表作的精髓。据悉，这首歌将会被收录于8月17日于日本推出的个人创作专辑 Stone Café 当中。这首《梦中人》是王菲在日本推出的第二首单曲，日本歌迷对这首歌非常熟悉，因此预料他们应该会非常期待这首歌的日语版。